我是绿油油花田，我是红当当小香。今天我们要来比赛追捧艾莎公主高跟鞋，请大家看完这条视频评选出我们两个谁才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名呢？上鞋，哈哈，猜到我上鞋。哇，今天这些材料少女心爆棚了。好，先选材料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我先涂个胶水打个底，我先贴狼氏宝石，撒防粉。你看我这颜色看起来就很冰雪奇缘，来撒上去。这个贴纸的公主好多个造型，我就看中这一个就是你了，贴上去。我要用画笔把散粉晕染开来，接下来我要做一点重点的装饰。聪明的我学会了用双面胶，这样就不会黏糊糊了，不像某些人不懂欣赏，我只用胶水才牢固。我要把这35块钱的鞋子做出一种高级感，用手来一颗最大的鞋头，用蓝色的金粉点缀一下，还不是学我用散粉，还不是学我用钻石。贴纸的话我选个姐妹款的花田牌艾莎公主鞋，我好了，我也